上周六下午，2020年美中专业人士协会 ACP 城市论坛新闻发布会在达拉斯举行。请看美南新闻驻达拉斯记者王小颖发来的报道。今年的 ACP 城市论坛预计将于11月15日至21日在线上举办，并以团结一致、健康社区为主题，致力于打造达拉斯华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论坛，并由互惠财富集团独家冠名赞助。互惠财富是全美独家利润共享双平台财富集团。互惠财富集团达拉斯分部总经理廖格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分享集团在社区中的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互惠财富为了支持华人社区，我们专门成立了互惠财富学院，给全世界华人提供在美国投资的专业支持和培训啊。同时呢，我们在达拉斯，我们提供免费的每周提供8次免费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保险、房地产、贷款，还有法律方面的专业培训。我们给当地的经纪人提供更好的生意的平台。我们也同时希望当地达拉斯当地的经纪人能够跟我们合作，加入我们，共同服务华人社区，使我们华人社区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互惠财富集团作为美国所有主要 A 级金融保险公司顶级合作伙伴，积极发挥企业作用，持续为华人社区提供帮助，并且还成立了互惠财富学院，为全球华人提供专业的知识培训。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登录互惠财富官网。美南新闻记者达拉斯。